日军全抵抗不行，我老家那边虽然是江南人，细皮嫩肉的，偶尔也有我这种全身长毛的，结果抵抗，大清朝就抵抗，史可法，扬州十日，到了那叫什么南京大屠杀，全是我们那边人。大清朝快完蛋的时候，140多个状元，49个就三分之一的状元出在江苏，所以江苏出点瘦马也不稀奇，北边不行，东北还行，西北尤其不行。我西北开车走过好多次，我这到处走穿着个破鞋，你说我这说的不对，我找一河南人，河南人呢在光绪年间到西北去做勾，这人叫王佩芬，河南的，也属于吃过见过。他住在陕北，就是什么定边、靖边，就是三边地区。他做了一首诗叫《七笔沟》。那年我跟王文兰、谢海龙、贺延光去榆林，人家让搞什么摄影比赛，我说七笔沟他们几个都不知道，他们都是摄影家协会的，我也是，但我还是作家协会的。在中国，作家比摄影家高着不是一个桥段。我现在就跟您说说这个七笔沟。沟，万里遨游，百日山河无尽头，山突穷而陡，万恶虎狼吼。其实西北没虎，只有狼嘛，东北虎，西北狼。他说万恶，水恶虎狼吼，四月柳絮抽，岁的时候杨柳，但是柳树毛子满处飞，北京也是。为什么种这种杨柳树呢？便宜，而且雌株的就长这柳树毛子的尤其便宜，速生树种，好树贵呀，是吧？什么金丝楠之类的，它没有，所以就种这种柳树。山川无锦绣，骤狂风骤起，哪变昏与昼？因此上，把万紫千红一笔勾。你想穿黄土高坡啊，所以它就有没颜色了，就把万紫千红一笔勾。再说住的，窑洞茅屋，省去砖木全用土，夏日晒难透，阴雨水肯漏，沙土筑墙头，灯油壁上流，肮脏臭气马粪与牛叟，因此上把凋零化冻一笔勾。说到这住房啊，最先进的人是住石头房子的。那年我去哈佛，我一看，我说哈佛怎么红砖房啊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他们跟我说耶鲁是石头房子的，牛津剑桥是石头房子的。牛津剑桥我都没去过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房子的啊。石头房子的聪明，木头房子的就日本那种精致啊，砖木结构。我老家那边江苏无锡，土房子的就挖一坑土洞的基本上笨啊，他们就把雕龙画栋一笔勾啊，这都属于雕龙画栋。然后他讲待客，客到必留，因为当地人少，你到那儿就请你吃饭，奶子熬茶敬一瓯，就是那么一罐子挖罐子，奶就是奶茶，奶子熬茶敬一瓯，剁面调盐酒，和一块面，韭菜和盐，也就这个了。我老家那面条特细，叫阳春面、葱油面，啊，那个什么笋油拌面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一碗清汤面，啊。都跟美女的头发似的，西北不是拉条子，啊，大盘鸡拉条子，啊，客到必留，奶子熬茶敬一瓯，剁面调盐酒，待人时亲厚，猪蹄儿已扬手，连毛吞入口，人倒是实诚啊，猪头、羊头、羊蹄儿，康鸡给你炖一锅，风卷残云，连毛吞入口。风卷残云吃尽方住手，因此上把那山珍海味一笔勾。所以他这就没有山珍海味啊。
然后说到川，梅面皮球，刺迹长川不肯丢，沙葛不须有，鹤山耐久留。他这说的就是什么呢？就一羊皮袍子啊，那羊皮袍子连面都没有，直接露着老羊皮袄。来来来，哪有这江南的这个水啊？没有。嘿嘿，胆儿越来越大了。嘿，这小孩胆儿越来越大了。我接着念他那诗啊，梅面皮球，四季长川不肯丢，沙葛不须求，鹤山耐久柳。为什么鹤山呢？黑褐色的，老农民老羊皮袄，不用洗，不怕脏。腿裤腿宽而厚，破烂且将就，毛毡铺炕，被褥皮袄凑，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。又是一笔勾，绫罗绸缎也没了。一年四季穿一老羊皮袄，穿一个，穿一身黑一身褐。为什么缺水没法洗澡去？你看我那狗从水里又跑出来了。然后说文化，勘探如流，一岭阑珊便罢休。就说那些读书人啊，考上个秀才，还有就在当地就算高级知识分子了。一岭阑珊便罢休，才文章便罢手，匾额挂门楼。文章也不写了，门口写俩对子。你看北方尤其喜欢啊，上联写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下联写五洲运动风雷激，横了额，发财，发财，发财，发大财，来，来，这破孩子又跑哪儿去了？我在水这儿等他。荣华尽享够，匾额挂门楼。嫖风浪荡，懒向长安走。嫖风啊，西北管嫖妓找女孩子，那边叫走门子、走窑子。现在说的脏话叫窑子，就是从西北来的，就是这个墙上黄土掏一窟窿，那就是窑，叫土窑，窑子啊。就说匾额挂门楼，荣华尽享够，嫖风浪荡，懒向长安走。不往长安城去了，不奔首都去了，就在窑子里待着了。荣华尽享够，嫖风浪荡，懒向长安走，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。没有理想了啊，哪有理想啊？什么文明用语三春暖，礼貌待人天地宽，就没有，没有信仰，没有理想，整天就是叫什么棉花，叫怎么说了，就是跟花柳一起睡觉，那不得花柳病干嘛？所以那时候民国，你看那个钱钟书那个说梅毒是时髦的病啊，梅毒是时髦的病。然后他最后说女人，嗯，我为什么说女人呢？江南瘦马就把小女孩养着，在扬州专门饿着，饿得特别瘦。这一瘦，现在叫骨骼清奇，叫骨感美女。她一瘦，那线条就出来了，啊，就跟我们老家那阳春面似的。嗯，你看这小桥日本风格，日本风格是学的唐朝，他就讲一些女的，可笑女流，鬓发蓬松尘满头，就是那头发全支棱着。啊，鬓发蓬松，蓬松着，尘满头，一脑袋尘土。为什么呢？缺水，没地儿去，没地儿洗澡去。啊，头发上全是黄土，丑面，星山口，脸上丑，星山口，一张嘴又星又山。为什么吃羊肉啊？吃羊肉，吃猪蹄子，吃牛头，吃羊骨头，啊。可不兴山口吗？一张嘴，江南那个土气如兰，土气如兰嘛，樱桃小口，这边都大嘴，跟他妈我这嘴似的，整天啃羊蹄儿，啃牛头，你想想能不兴山吗？哎呀，
一张嘴就是兴山口，面似铁皮锈，那脸你看现在都讲究把小脸给叫什么养颜啊，美容啊，那养个屁，脸就跟黑铁皮黑铁锈，一脸就是黑铁锈，面似黑铁锈，黑漆钢叉手，那两个手跟他妈钢叉似的，什么钢叉，捡粪那粪叉子，又硬又黑又脏，都带钩，钢叉手，黑皮似面似面皮似铁锈，黑漆钢叉手，衣裤不遮丑，大棉单裤，那裤子根本就不遮丑，衣裤不遮丑，云雨巫山哪管秋波流，云雨巫山，云雨就是打炮，巫山就是颠轮倒凤，化作巫山云雨，说就是打炮颠轮倒凤的时候哪有秋波呀，黑了灯干吧，闭着眼睛干吧，哎，人家文明，大清朝王少芬人民文明词儿说的是，哎呀，没法说，没法听，没法说啊，可笑女流，鬓发蓬松尘满头，丑面兴山口，面皮似铁锈，黑漆钢叉手，衣裤不遮口，云雨巫山哪管他秋波流，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，粉黛，粉就是白粉红啊，就是林黛，就是林黛玉那样的，所以这叫七笔勾。当然，都是万恶的旧社会，大清朝快完蛋的时候，光绪年间的事儿。现在我们，过上了文明的生活。来，来，里边闹狐狸，闹狐狸精。来，来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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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这儿等会儿，爹进去结个社。狐狸精，妲己，褒姒。